秋风起，天气逐渐变冷，小可爱们在秋季必备的搭品是什么呢？ Fredo 最爱的搭品是以一底百的风衣，简约耐看的版型加随风飘扬的衣角，一件风衣就足以让你风情万种哦。风衣作为时尚百搭的利器，一直深受时尚大人的喜爱与追捧，没有什么搭品是比风衣更具有秋天的气息，防风防雨又保暖，最适合的就是变化多端的秋季。其实在我们日常穿着中超级的时尚百搭，职场的、休闲的、约会的各种场合都能 hold 住。今天 Freda 就从款式到穿搭跟大家好好聊聊风衣的穿搭，经多样款式随你挑，从一站就诞生的风衣至今发展出了很多款式，不同的身形选择起来也是会有小小的不同。很多人觉得风衣挑人，那是因为你没找到属于自己的哪一款，长款风衣走路带风，说的就是长款风衣本衣了吧。宽大的、修身的、不同版型的长款风衣在时装周的街头都是随处可见，这种款式的风衣高个子比较适合，驾驭起来难度比较小，但是如果小个子穿也是可以的，不过要穿高跟鞋或者通过层次叠穿来达到视觉上的显瘦拔高效果。中长款风衣长度在膝盖左右的风衣被称之为中长款的风衣，这种长度最经典而也最好穿，适用于大多数的身形。Freddy 我本身不是很高，所以我比较偏爱这种长度的风衣，比较好驾驭也比较好搭配。如果想要凸显身形，那么可以用一条腰带来打造腰线，我经常会用到这一招哦。短款风衣，别以为小个子女生穿不了风衣，短款风衣就是为你们量身定制的哦。脱离了传统的风衣设计，将风衣的下摆缩减至臀部或以上的位置，拉高了腰线显腿长的能力没得说。谁说风衣只是气场帅气的代表，小个子短款风衣让你见识到风衣可爱俏皮的一面有没有。简洁气质款大家常见的风衣大多数是卡其色、灰色、黑色等纯色的款式，一看就是秋季配色，既百搭又舒适的不出错，颜色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的搭品。凸显个性款其实除了简洁百搭的那些款式，还有现在很多潮人们喜欢的一些个性前卫设计的款式，这种比较特殊材质以及花纹的款式我自己也有一件，本来以为很难 hold 住，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其他搭品选择基础款就可以了哦。穿搭这件风衣搭配其实不难，基础款是最百搭方便的，各种阔腿裤、牛仔裤上身妥妥的，合适又好看，纯色阔腿裤版型简约又百搭，与各种款式的风衣搭配在一起都能很好的融合，十分凸显气质。牛仔裤帅性又帅气，搭配气质温雅的风衣也是毫无违和感，而且牛仔裤这种人手一条的可爱小宝贝可以让我们的钱包真松一口气了。格纹阔腿裤跟风衣也非常搭，上班族们可以这样搭配，我自己上班就会经常这样穿，干练又很特别哦。好了，今天的风衣穿搭经 FRIDA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有你们喜欢的搭配吗？希望能给你们的秋季穿搭带来灵感哦，咱们回见。